Zhejiang is a major economic province of China and a leader in China's IT and internet industry. China Mobile Zhejiang upholds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actively explores ways for service and network development, taking the lead in the 4G era. 中国移动高度重视5G的发展。在刚刚结束的巴塞罗那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上，中国移动宣布将在政府的指导下建设世界上最大规模的5G实验网，并将在杭州等城市开展规模技术实验。浙江省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2016年就与中国移动签订了打造 5G 联合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目前协议规定的5大实验室建设工作正在推进中。5G 来了，大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给传送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2016年，浙江移动联合华为公司开展了面向5G技术环境的 承载网络研究工作。现阶段5G承载网络的建设还缺乏经验，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进行摸索前行。首先，在承载网络技术选型上面，我们还会继续采用 PTN 来建设我们的5G承载网。 在5G 主网模式上，我们选择了 DRAM 和 CRAM 的混合主网，初期以 DRAM 为主，后期随着基础资源的长期储备，可以考虑加大 CRAM 的比例。5G 网络相比 3G、 4G 而言，是一个重资源型的网络，比如5G 需要更多的站点、更多的光纤，5G 的基站功耗会成倍的增加。 这都对运营商的基础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浙江移动在4G 网络建设过程中就意识到了基础资源的重要性，因此在5G 技术尚在萌芽阶段就启动了基础网络资源的梳理和储备工作。在经过一系列的思考和实践，我们形成了系统的5G 承载网建设思路、 网络规划方案和模型，并制定了浙江移动的5G 承载网络建设规范，指导网络规划建设工作。今年5G 实验网络将覆盖杭州西湖风景区、亚运场馆、物联网小镇、浙江大学等多个区域，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慧城市、VR、AR 等多种类型的应用探索与示范，也将得到 同步的推进，杭州作为5G 试点城市，将努力实现全国领先，以至于全球领先。